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喜欢打上海敲马的凯哥。视频每天更新，欢迎大家收看。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本期视频三集连播，还请大家耐心看完。先看一下第一副牌，这个牌打的也是比较的刺激。看看这个牌是怎么打的。起上手是一个很一般的牌型，手里一层牌没有，但是搭子齐了，三进账。来六条，先打万子。从外面打的牌来看，虽然说是风平浪静的，但绝对是暗流涌动。我上家做万子，对家应该也是有牌型的。上家做万子打的是四条，这个牌我也要启动，再考虑怎么去吃啊。想拿五六条吃，留个卡二条的搭子，最后想了一下，决定还是吃个卡四条。连续给上家两碰，这个牌如果不做牌的话是一点事儿都没有，做起牌来了，大家都有机会。碰掉上家的九条，还上家两下。我的牌现在就是混一色一上账，用小鸡和六条来靠搭子，再打九条，最后一张九条肯定是要吃桥了。就这样和上家爆掉，对家被迫是战略性放弃啊，一直在打筒子。这个牌基本上就是我和上家，我先听就抢占先机，六条自摸混一色胡牌，花少还好，八十分到账。看一下第二副，第二副牌倒是挺好的，抓花杠三万，大致齐了，一上账，留五八筒在手里，看看能不能靠一个好一点的大子。抓到九条听牌了，上家无花果也听牌，两家听，上家大无花，让我们看看上家听什么。上家听的是卡五万，倒是和我在一条线上，听在一起，那我是一点压力也没了。抓花杠四条，接着打。下家开着要一对东风进行防守，只能说这个牌下家打得好。下家一上张多了一个五万，一直没打。打五万的话就是一炮两响。现在就是上家来花了，他这个五万也没打。只能说下家这个牌验的还是相当不错的，五万不是一家要，是两家要。下家五万苟成对子，听牌了，他手里三个五万，三个八万，这个牌不多了。上家摸绝张八万点炮，九个花二十分，加个苍蝇24分。看一下最后一副。抓进一筒，我的牌就是一上张啊。这副牌很简单，八筒出来三个了，来一筒先打九筒，再抓五筒，那就打是要四万。哇，这个四万打的，
三万抓到，接着打三万吧，因为14万出来的也多。上家也听牌了，觉得我这个牌听起来有点难，因为六筒也被碰。来北风先打七筒。抓二筒听牌了，我的牌虽然说听的不好，但是五筒肯定有，拼一张北风，是点炮就当回馈上家了。上家北风开杠，啊，这个牌还有机会。对家也听了，现在都听牌了，牌看看他们都听什么。对家碰碰胡，三六条对倒，上家混一色听三六条，下家清一色听六九条。我抓六条的话，就是一炮三响。六条好像还有一张绝招，千万别让我抓呀！这个牌我听他干嘛？现在是瑟瑟发抖。他们三家牌都不小，还好对家抓五筒点炮，加个苍蝇18分。